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墨总统白宫会面，重点探讨边境移民问题；安倍晋三丧礼今日举行，民众排队道别；白宫警告新冠 BA.5 比最初变种病毒传播更快；韦伯太空望远镜首度太空全彩照，展现璀璨星空。东方音响卡拉 OK 专门店服务湾区侨胞已经有30年以上的历史，提供专业的音响大彩屏、灯光出租和安装工程服务，请联络我们的微信号415-6098000，又或者公司电话510-477-9955，地址在东湾 Union City。 东方卡拉 OK 增加你的娱乐生活。华信投资顾问是一家美国正式注册、纯管理费的投资顾问，以近30年华尔街经验，为你提供 401k、IRA 等退休省税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不推销产品，只收管理费，不获利，不收费。选好 William 的投资计划，让我们退休生活更有保障。华信投资顾问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华人投资顾问。华信投资顾问电话408-725-2975，408-725-2975。要带出珍馐百味的精髓，唯有至美斋。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至美斋早已经风行海外，制作技术被评定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天顶头秋堪称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还有远近驰名猪脚姜醋、山楂醋、卤水汁、蚝油各种不同的醋，各式的调味酱料、盐焗鸡粉、黑椒汁等，令到模范主妇都变身大厨。北美总代理富全食品，电话415-822-8911。大家好，欢迎收看星电视新闻，我是关韵瑜。大事小事身边事，星岛与你紧贴时事。今日是美西时间7月12日，先来关注今日的头条新闻。拜登今日在白宫接见到访的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两人就移民安全问题和经济合作协商多个政策。洛佩斯同意以15亿美元改进智能边境的技术，美國同意擴大發放工作簽證和接收更多的難民，繼續在墨西哥和危地馬拉進行聯合巡邏，追捕邊境人口走私者。雙方會共同改善2000英里的邊境基礎設施，加強打擊毒品走私的執法合作，以及是推廣清潔能源。墨西哥總統訪美的前一日，美國第一夫人吉爾在拉丁裔民權和倡導組織 UNIDOS US 的年度會議上就發言，形容拉美洲人和 San Antonio 的 Tacos 同樣獨特。西班牙裔記者協會就批評使用 Taco 來形容拉美裔的獨特性是貶低他們。吉爾在 Twitter 上就此事件道歉。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丧礼在当地时间12日早上的东京增上寺闭门进行，大约200名的亲友出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访问日本的美国财长耶伦、台湾的赖清德以及是俄罗斯驻日本领事等政要到场。日王德仁和皇后雅子亦派侍郎上香致意，都有大批的民众排队献花悼念。儀式結束之後，安倍的遺體靈車駛經首相官邸、國會、自民黨總部等地之後，在品川區的殯儀館火化。白宮警告 Omicron 變種病毒 BA.4 和 BA.5 正在全國迅速傳播，呼籲美國的民眾對新冠病毒再次保持警惕，靠曾經被感染的抗體無法抵抗新的變種病毒，強調接種加強劑是對抗新冠病毒的關鍵，符合條件的人士需要盡快接種疫苗或者是加強劑。 BA.5 在全球已經迅速蔓延，很多國家都報告病例有所增加。去年1月6日，國會暴動案的眾議院聽證會今日繼續舉行，
重點探討特朗普在去年12月的推文當中呼籲採取行動等的言語。馬里蘭州眾議員拉斯金就認為該推文激發他的支持者，尤其是來自誓言的捍衛者、驕傲男孩以及白人民族主義團體等的極端分子。拉斯金稱，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的總統呼籲群眾來參加國會的選票計算會議。美國最高法院上個月推翻墮胎合法權之後，包括猶他州在內的十幾個州份頒布法例，嚴格限制甚至是全面禁止墮胎，結果引發一連串訴訟和法律的挑戰。猶他州法院昨日就表示將會暫緩執行新法，現階段州內的婦女如果懷孕時間在18週之內，仍然可以合法接受墮胎的手術。而針對5月24日發生的羅布小學大型槍擊案，德州眾議院特別調查小組就計劃在下個星期日與社區成員會面，並要求公開槍擊案時學校走廊監控片段拍到的一些鏡頭，為21名死者家屬提供透明度，都為民眾提供初步調查的報告。不過當地地方檢察官就表示相關的片段應該要保密。昨日，紐約市應急管理局發布了一條90秒的公告視頻，假如出現核武器攻擊的罕見事件，市民應該如何應對？聲明中就表示，隨著威脅形勢不斷發展，紐約人必須要了解，市府會為任何威脅做好準備，並為民眾提供保持安全和知情所需的資源。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會有其他新聞。按摩大王 MK9189 是一张 4D 的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一体式肌心和脚心加温设计理念，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从心到身的舒缓和放松。原价4999，特别优惠价3499，更送三年保修，特别加送礼品 ILG927 脚部按摩器。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回来新闻时间，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日就表示，美军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无人机的袭击，击毙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分支头目阿尔阿加尔，他是伊斯兰国五名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一名亲信亦都在袭击当中受到重伤，初步评估就显示袭击没有造成平民的伤亡。来看看星岛记者彭思乔的报道。上個星期五宣誓入職的三藩市新任地檢官鄭安儀今日來到三藩市的田德龍區和社區領袖以及是居民見面，表示上任之後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打擊該區的公開毒品交易市場，歸還市民一條清潔安全的道路。他今個星期將會前往華埠和社區居民相互見面。 NASA 今日再公布韋伯太空望遠鏡的高分辨率彩色圖像，這些是至今拍攝到的宇宙最深處和最清晰的影像，其中就包括部分以往未被觀察到的遙遠星系和星體，應該是大約46億年前出現。拜登就評價照片是美國和人類對太空探索的歷史時刻。 NASA 耗資90億的美元，用30年的時間建造韋伯望遠鏡。备受关注的亚马逊年度 Prime Day 今日举行，今年会员价格会从每一年的$119提高到$139，预计亚马逊两日的销售额会攀升至$77.6亿，比去年增加了16.8%。因为通货膨胀，该公司增加了大约$20亿的成本。四月份公布了罕见的季度亏损，7%的收入增长率是近20年来最慢。
另外，烏克蘭今日就表示，烏軍在烏克蘭南部被俄軍佔領的克爾松地區新卡霍夫卡鎮的軍事設施，使用美軍提供的飛彈進行遠程射擊，造成52名俄羅斯人死亡，並表示計劃動用數十萬名的軍人重新奪回該地區。克爾松的俄軍就確認遭到烏軍的襲擊，但是表示只有至少7人喪生。遭到襲擊的是平民和民用的基礎設施，相關的資訊暫時未能核實。俄羅斯總統普京下個星期二將會出訪伊朗首都德克蘭，和伊朗的總統萊希以及是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召開三方的會面。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峰會將會討論解決敘利亞的問題。被問到普京和埃爾多安會談的期間會否討論俄烏恢復談判，佩斯科夫回應指目前未有進行探討。英國首相約翰遜就宣布辭任保守黨黨魁之後，原定宣布參選接任的11個人，最後有8個人得到至少20名保守黨國會議員的提名，取得參選的資格，將於當地時間星期三由國會議員進行首輪的投票，包括是前財相辛偉成、外相卓惠斯和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8個人將會在黨內進行多輪的投票，直到剩下2人接受全體保守黨成員的投票，勝出者將會成為黨魁以及是英國的首相。今日最後為大家介紹兩款又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大家可以將它當成是禮物送給親友、送給自己。第一款介紹給大家的就是按摩搖椅，只需要669，可以承載330磅，還有6個按摩模式，針對身體的3個不同部位進行舒適的按摩。第二款是高檔皮質按摩椅，只需要2999，獨特的 Ultra 系統真皮按摩椅，為了幫助你在一日的工作之後減壓而設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新聞內容，多謝大家收看，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我們明天再見。